声控功能可以俾你使用声音指令操作 iDrive 系统中的功能，例如调校收音机频道或者检视车辆资讯等等。要启动声控功能，先在铁环上按下声控按钮， iDrive 画面上就会显示这个图案，代表功能已经开启，然后你就可以讲出指令。收音机，媒体和收音机，请你选择一个视听娱乐来源。FM， 请讲出电台频率 90.1。你收听的是 FM 频率 90.1 兆赫。你可以使用声控功能直接跳至你想使用的页面。车辆状态，车辆状态，车内灯，车内灯，请使用手动控制器继续。你亦都可以使用声控功能拨号，打电话俾李先生，拨李先生嘅行动电话。如果车上配备导航系统，你亦都可以使用声控功能输入地址。导航系统，请选择想去目的地的种类，例如兴趣点。地址，请按顺序讲出城市名、区名、街名和门牌号码。香港湾仔区告示打道108号，已选定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岛湾仔区告示打道。确定要开始路径指引吗？是，已开始路径指引，路线引导开始了。你甚至可以直接发出导航至某个目的地的指示，导航到新界沙田区安心街11号，已选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沙田区安心街，请讲设为单一目的地或新增为中途目的地。设为单一目的地，已开始路径指引。